了门，关了窗，醒了的。那个喝过来都不错，感冒好点了没有？好了，你们昨天都不能说，今天都能说了，你看。没有，这两天我们这边就一直在下雨啊，家人们。这两天我们这边一直在下雨，然后就阿梅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阿梅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那个感冒了，话说话都声音都是。今天还好，昨天的话就比较哑，比较沙哑。昨天没有直播嘛，她本来是说要跟你们直播，跟你们聊聊天，结果她那个说话声音沙哑了，说不出话来了，然后就没有直播。刚才我听直播间家人们说你要回去过火把节吗？嗯，就是火把节嘛。啊。嗯，比较重要，因为之前我也没有回家过年，然后火把节很重要嘛，我想家人们，阿梅她说她要回去过火把节，这个怎么办呢？要不要让她去？你们说了算。来，咱们直播间啊，现在2400多个家人们啊，阿梅说她要回去过火把节，要不要让她支不支持她去吗？不要去是不是啊？你看直播间家人们都说不要去，这个怎么办呢？都说不要去了，你看。这个怎么办嘛？那还去不去啊？你一定要我之前跟你说过了嘛，是不是啊？如果一个人叫你不要去的话，那不用提他的啊，有可能他不知道情况。但是如果有一群人不要去，甚至是咱们直播间现在来，咱们直播间2500多个家人们啊，觉得阿梅不应该去的，过不上打个不要回去四个字，觉得阿梅应该去的就打个应该去，打出来给他看一下，听你们的啊，应该是听你们的对不对？因为你们是家人嘛。你看，直播间所有人都说不要去。那你说不要，你们为什么这么说？阿美她回去过个火把节咋了？她不回的话，那她那些邻居的什么怎么说呢？对不对？没有，直播间家人们，本来是我要陪她去的啊，因为那个我想着阿美她一个人回去的话也怎么说呢？别人回娘家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阿美她这边就是有点不一样啊，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知道的后边打个知道啊，理解的后边打个理解，然后就很不放心她去，她今天也跟我说过了，就是她家里面的人给她打电话说是要回去过火把节啊，然后他们有一个节日叫做火把节，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知道的打个知道，有些可能你们因为你们很多地方都不过火把节，所以就你们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然后因为他家里面这边的话有一点特殊情况啊，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知道的就打个知道，所以就我想着不怎么放心他去呢，然后本来我是打算陪他一起回去的，但是最近我们公司接到了一个我们公司就是业务上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单子，是1000W 的一个单，所以就而且这个单子的话也是我自己亲自负责，因为我害怕交给公司其他人负责的话，害怕把它做滑了。今年我们公司只要把这个单子做好了的话，今年的这个收入算是比较可观了，所以我想着那个咱们。现在那个阿美我们之间的话也没有什么也都挺好的，不需要太忧心啊，咱们就正常过日子就行了，但是公司咱们还要生活嘛，对不对？工作得干了是不是？公司这个单子如果我陪阿美去了，然后交给其他人负责，万一到时候做滑了的话，那这个就不仅仅是赚不赚到钱的问题了，不仅仅是赚不赚到钱的问题了，到时候其他股都怎么看我嘛，对不对？好不容易接到一个大单子，有别的像我们这种中小型的这种公司，有可能一年都谈不下来这样一个单子，然后我们公司刚好接到了，就一定要珍惜，对不对？
所以这段时间你们也看到我基本上你们阿美是知道的，我每天很早就起来，然后就每天加班加到很晚，一直就是跟着这个单子，所以他这次他要回去过火把节的话，我就不能陪他去了。咱们直播间家人们能不能理解？能理解了，后边上打个能。那个爱奇也要，面包也要，对不对？光要爱奇没有面包，那个不长久的嘛，还要生活的嘛，对不对？能理解吗？都能是不是？所以阿梅她这个要回去过火把节这个事情的话，我这边是真的陪不能跟她一起过去了，就看阿梅她自己要不要去了。你要不要去吗？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的话都说不能让你去呢。你要不要我去吗？啊？你想不想我去吗？你想不想我去？我说话你听。我想不想你去啊？啊。这句话来，直播间家人们帮我回答来。这句话，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所有非家人帮王菲回答这个问题来。想还是不想来？公屏上打出来。都是想。他们都打那个想。你看，他们全部都一百了，乘到一百去了，都说不想让你回去。他们的回答就是我的回答。不过他们阿美他那个家里面的话也是比较，说是一定要回来的那种。要是我这边不怎么忙的话，我陪他去就好了，就没有那么多选择了。没事，这个事情家人们，这个事情咱们不逼阿梅嘛，然后看他自己嘛。阿梅他的话也不是个小孩子，然后任何事情咱们能给他提意见啊，能给他就是说出我们的想法，但是任何事情咱们都就是不勉强他，不替他做任何决定嘛，好不好？对不对？他又不是个小孩子，什么事情尽量他都做主嘛，让他自己做主嘛。那个刚才你说什么？刚才有个谁是干嘛了？就有一个那个花花啊，有一个那个她怎么了？一个小姐姐就是做工厂的，就是她也是想在，就是现在我不是说我也想去那个卖化妆品吗？啊，她说她也是做工厂的，她自己想涨点粉丝。然后想在就是觉得他刚刚就说阿美你挺好的，他想加粉丝。又撵过来了，这个是不是？哦，对对，就一直撵的这个花花那个。这个是。喂。就是这个。你好，你好，王菲。哎，你好，你好，那个刚才我没在，然后你这边是什么一个问题啊？我这边呢，我是做那个护肤品的，然后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工厂嘛。然后呢，我其实因为我现在我也刚玩这个抖音，我想自己涨点粉，让自己平时以后自己也偶尔能卖卖货啊什么的这种，然后想来你直播间涨点粉。那你这不跟我同行了吗？我也是做化妆品的，也是在卖化妆品的。那可以有机会可以见一面，然后可以就是一起弄什么的。那对不对？两家的产品不可能一样嘛，是吧？有机会咱们你们公司在哪里啊？我们在广州，但是我现在我人的话也是在广州。你们公司一般都做什么？有护肤品啊，主打的是护肤品之类的嘛，特别主打呢也有面膜，但是反正彩妆方面我们家很少，基本都是护肤品之类的。不要什么，家人们不要什么。家人们不要，就是想就是想来您家攒点粉嘛。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公屏上不要乱打其他字啊！我们同行，我跟他聊聊天。公屏上那个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公屏上就打正能量的三个字就行了。我了解一下嘛，了解一下。哎，那个做面膜的是不是？对对。工厂在哪里啊？你们工厂在？在广州这边，但是我人的话现在没有在工厂，我现在住白云这边。哦。
哎，你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过来，我们可以一起弄嘛，商量商量啊。那个咱们是同行，可以就是合作，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合作一下的。你，但是你不要说什么涨粉丝，在这个直播间卖这个这样子的话，那就有一点，你这不是抢我饭碗吗？是不是？那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一起那个嘛，一起就是合作合作嘛，就是很想跟你们合作，因为你看我像我们这种不像就是刚玩这种抖音也玩不明白，啊，那像自己家的工厂呢，平时就是比如你们不是这个要你们涨粉丝，你想涨你说你想涨点粉丝，然后涨粉丝了之后想干嘛？就想自己直播，自己带带货嘛，自己把自己家的工厂的货就是卖一下这种。你们那么大的工厂还需要卖货吗？卖货这种钱就是交给我们这些小公司的人挣一下，你们那么大公司就不要挣这种小钱了吗？哎呀，哎呀，那大家肯定对不对，家人们，对不对？对的，顾不上打个对来。钱挣了，又把我们这些销售的钱挣了，那我们都没地活了吗？是不是？那想着也是自己弄嘛。想着也是自己能卖点是一点嘛，别自己怒了，我是专门负责这个销售这个板块的，你们那边有什么东西可以销售的，找我们公司。那可以合作吗？因为我想的是如果合作必须合作。